孩子的奥利奥，学会开放平台开发，躺着就把钱挣了。大家好，上两节课我们做了两个较简单的应用，那么所用的知识已经覆盖了 HTML、CSS、PHP 和 MySQL。那么这一堂课我们将要做一个比较复杂的应用，有多个页面，然后用到多个技术。那么这一课我们开发的应用要从最基础的文档开始，那这也是我们开发应用或者开发项目的时候一个必备的流程。就是你做的东西有没有需求，那需求有多大，那有什么功能，啊，数据库怎么去创建，然后各个功能之间的关系，啊，这是我们文档中要体现的。当我们做完文档的时候，根据文档再去写应用，那么我们的思路就会很清晰。当然前两个我们有这么做，那前两个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开发一个应用啊所应该具备的知识，当然是很简单的一个知识，那技术含量不高，代码量也不高，那写起来非常简单，那有一定基础的人就可以做出来的。那么同样这节课我们做的应用技术含量稍微高一点，但是我们要走完整个流程。那么我们看一下，那么这是我们第六天那项目实战的我准备的几个素材。那首先是一个背景图，那看到这个背景图大家就应该知道我们要做什么，那周公解梦啊，一个背景图，一个查询按钮。那同样我们也准备了一个数据库，根据类别，根据梦见什么，然后有一个解释，这是我们准备的东西。然后我们新建一个 Word 文档，需求，比较卡，那么标题就是应用分析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做什么，那是应用的名称或者应用的类型，那么我就按名称，那就是周公解梦。然后第二点，那么应用的市场就是有多少人能用，那么我们怎么去看，那我们有网络，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其中有一个网址叫 INDEX 百度指数，然后我们搜一下，周公解梦。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大约的指数是5万，那么就是说每天有5万人查询周公解梦。然后看一下，这是5万，完周公解梦大全这个关键字，那么这个大约是在27000，我们算25000，这样75000，
那这个也比较多，周公解梦大全查询。那么这个又2万左右，那么算2万。那么再一个周公解梦破解，那以下的都是几千。那么总体的指数大约在10万左右，那么需求就是每天大约有10万人使用，那么这是它的应用的市场，那么这样的应用我们就可以做，然后是应用的素材，那么刚才我们准备了第一关键的数据库，数据库，然后还有查询的一些图片。是这些，然后应用的功能，那么这一个功能，我们说首先是解梦功能，解梦功能，然后我们加一些辅助的，比如说同梦的人，同梦人数。那么这是它的功能。那么还有什么？比如说我们要加入百度的，账号登录。那么这也是。然后如果登录之后，我们要实现自己的历史梦境。那么这也是它的功能，我断一下行。然后所用到的技术。知识吧，所用到的知识。那首先是 HTML，然后肯定是 CSS，然后是 PHP，这些必不可少的，然后是数据库。那么简单的也是这么多，当然还有一个高级的，那是百度的。账号连接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功能啊，不是我们所用到的知识。那么，这是我们应用的前期的一个功能的分析。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些功能及界面的要求。那是 UI 设计，就是界面设计。宽度，那么肯定是540像素。高度。那是不超过550像素。然后，页面美观，这是最基本的美观。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然后我们可以画一个功能图。那比如说我简单画一个，把各个模块我们都分开，啊，首先我们要求有一个查询梦境的功能，查询梦境，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功能。那么在这个功能的基础上，我们要扩展出第一个同梦人数那么这个功能就是说，有一个人查询我就记录起来，有一个人查询我就记录起来，当下一个人查询这个梦境的时候，我就显示一个数字，告诉他已经有多少人查询过这个梦。那么再来一个，那么这一个是百度的账号连接功能。账号连接，当然，百度账号连接做好了，我们必须要利用起来，做个什么？当用户通过百度账号登录之后，我们要做一个能记录自己啊，或者记录用户梦境这么一个功能。记录之后，用户通过一个按钮一单击就可以查看我某一天做了某一个梦，啊，主要的功能就是这几个。当然你还可以扩展，扩展什么？比如说我查询一个梦境查询不到，那可以向管理员留言，啊，我们连接一下。那么主要功能啊，梦境查询，查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梦人，然后我们可以有个百度账号连接，然后可以记录梦境。那其实这一个也不难，那就是多了一个数据库的一个操作。原来我们只是查询上一个应用，那这个应用要求写入数据库，然后用到百度的一个接口，那账号连接的接口。其实各个应用平台，那它现在用的账号登录都是这一种技术，就是 22.0 都用的这种技术。只要我们掌握了百度的，那么其他应用平台的啊也很简单，因为技术是一种，就像一加和二加一一样，那么它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这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功能一个图。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开始准备素材，我把它保存一下。可以了，
那么功能图保存一下，那么我们的需求也要保存一下。那么素材就是这种图片，那你可以自己做，那如果自己做不着，只能找，到哪找？到百度上找，那百度图片，然后自己需要修改一下。比如说这一个图片，那我是怎么来的？因为周公的图片大家能搜索到，周公，你看图片，那么这是周公的一些图片，那么可以再找一找还有没有，但是我感觉这些都不合适。周公，周公解梦，当然这一个你可以当我们应用的 logo 图，那周公解梦，周公解梦，那么有这么多图片，那这也是你可以看好的你就留下来。当然我这个图片不是这么找的，因为我感觉周公的是吧不是很合适，那我换了一个人，反正谁也没见过，我看一下这个图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再找，可能不好找了。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到这样一个图片，然后稍微修改一下，作为我们的 logo 图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图标。那像我这个就是直接做成的背景图标。那么既然不好找了，我们先不找。那么其实这一个你看啊，就是小一点，如果大一点也可以做我们的背景，当然它不是很合适，因为树的颜色太深。那么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怎么去找到一些素材，那用这些素材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做出来。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高的美工水平，完全可以自己去做。当然我们大多数程序员除非做前台的，那做服务端的很少把 PS 修炼的很精通，那么关掉它。那么我看我找背景图啊，我的背景图是处理了一下，然后加上了四个字周公解梦。那我是准备怎么布局，因为这个图片我也做好了540的宽度啊，你看这个图片，我这里这一部分这个画像是不要动的，而右半部分这里的空白啊是可以写我们的搜索框及搜索到的内容或者是梦境的分类。比如说有人他可能喜欢点一点，比如说我说植物类、动物类、那其他类等等等等，一行行往下排，上面一个搜索框，然后第二行等结果的时候，我这里又可以显示啊梦境的标题，然后梦境的结果，或者说梦境的列表页。那么好，那么现在就用代码先把这个页面做一下。那么看一下它的尺寸是540491，那么我们新建一个，那这一个 CSS 文件我就不直接写到界面里了，写到外面，这样去写。
然后开始写我们的代码，先加 DTT 头，这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标题就是周公解梦，然后 link 标签 link 样式 style 表 sheet， 当前目录下的 style 点 css。那么这样写也行，我也可以加个 type 等于，这样写也行，保存一下。来，我们写的位置不对，现在没有放到环境里，我们把它放到环境里。3W 目录下新建一个梦境 DREAM 梦。img 图片，那么图片有哪些，我们把它拷过来，就这两个，粘贴，然后刚才写的一点代码，粘贴，然后再编辑它，然后继续写我们的主体叫标签，包的然后大体看一下我们应用的一些结构标签。那么首先我们是整个的主体然后肯定有一个标题，然后标题的下面输入框还有分类结果，那么这里面应该有输入的 input，既然输入了，那就肯定有结果。当然，我们结果不一定写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分类给写在这里，那这都没有关系的。那么，这是这么一个主体结构。当然，我们还需要再加入一个百度登录的一个按钮或者一个连接，但这是属于内容里边的东西。那大家看一下，这一个结构和我们前两节课写的啊是几乎差不多的，一样的啊，没什么区别。那大家可以记住一下，我们写应用如果写好了一个前台的界面，那么这个界面我们就可以重复利用，只需要修改应用的标题，那这里应用的标题，然后再修改应用的数据，
比如说你传的只是个数组，那么修改数组；如果说你用的数据库，那么就建立一个新的数据库，再连接新的数据库。然后，P2P 的内容就是根据你应用的功能需求去写，当然也包括数据库的查询，是吧？插入、增删、改查这一系列东西，都需要根据功能去写。但是我们 HTML 这一块显示给用户的界面模板之类的框架之类的，那我们都是可以重复利用的。那么写到这里，我把这个主体结构，我们来简单完善一下。那么，从.css 文件里就不需要写 style 标签了，那直接写样式就行。那比如说，我们第一个的，我们首先去掉所有浏览器默认的外边距、内边距。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浏览器的兼容性更强，特别是 IE 的和非 IE 的。当然，IE 的最出名的是 IE6，那它就是很特别，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然后开发者就是很讨厌它。然后是 KNR，那么这一个首先让它居中。那这个居中是一定要做的，因为百度的独立页面，如果我们做成540宽度的，如果你不居中，那它就是靠在左面显示。我们要居中写，让它在正中间，那这样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居中，我们可以用这一个，那已经写过好几次了。内边距上下是零，啊，左右是自动。当然，也可以直接在 HTML 页面中加个 set 标签，把你所应用的整个主体扩起来，让它居中。当然，能用 CSS 来分离控制的，就要用 CSS。然后，我们主体有一个背景的图片。那么它是在当前目录下的 IMG 目录下的，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啊，就是背景的缩写.jpg。然后我们需要设置一下应用的宽度。540，然后我们要设置一下高度。那既然我们有背景图片了，那么根据这个背景图片，我们设置一下是540491491像素。那么我们看一下到底成功没有。好像没有东西了，我们看查看源代码。KNR STYLE，我们保存没有？STYLE .CSS。我加入点内容，
么这里说明样式没有加载进来，我们找一下错误，我们返回代码看一下，样式加载，样式表啊，这里错了，写成 src 了。那么这 src 是包含文件包含图片用的。那么如果我们加载样式表用连接，就像超连接一样 href 哎，这回出来了。你看我们整个背景是这样。当然有些人当时给问过我，说样式里的星号不写行不行，那么我们试一下。保存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么左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家看一下，上边出现了一条白色的边距。那么我们换个浏览器，比如说 IE 系列的，也是有个边距。再换一个火狐，那么这是非 IE 的，那也是有这一条。那么他就说了，他就说这不所有的浏览器样式都一样吗？这不是也是没有问题吗？啊，是，这是兼容性，那么大家看着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提交应用的时候，那审核有个标准，你的应用上边不应该留空白间距，不应该留空白间距。那么所以说我们要把上部的给消除。当然你可以设置，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这种加个星号，那么星号就是代表所有标签元素，它的外边距都为零，内边距都为零。这样我们初始设置一下，让它浏览器默认的边距啊都没有，然后需要编剧的时候我们自己设置，就是重新捋一捋赵本山的名言，是吧？我们不要他默认的，就要自己设置。来看一下，保存一下啊，已经保存了，上边的没了。F5 也没了，哎，这样就是顶在浏览器的最上边。那么这样写才是符合我们应用的标准。当然这个强调了好多遍，但是说很小的东西很容易犯错，一旦犯错你就要等待好几天的审核时间。那么 OK， 由于时间关系，这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那这节课我们讲了我们做一个应用之前需要准备的知识，那需要知道的有多少人会使用你的应用啊，还要准备一些素材。那么好了，那大家可以回去自己先准备一下，然后把这个框架啊写出来，和我一起等待下堂课的内容。谢谢大家。人生自古谁无死，来生再学 PAP。 生当作人觉，死亦学 PAP。垂死病重惊坐起，今天还要学 PAP。 少壮不学 PAP， 老大徒伤悲。落英亲友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 PHP。 春眠不觉晓，处处学 PHP。 在听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学吸收 PHP。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学 PHP。